为什么歼灭团竟会频繁上线？就在这个五一节，歼灭团竟又上线了。最近歼灭团竟总是频繁上下线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原因其实有两个。一，玩家喜欢玩歼灭团竟这个模式，非常有意思，玩家能自选区域，自选枪械，每个区域玩法都不同，有巷战、野战、攻防战，战术玩法是非常多的，而且节奏也很快，一局用不了多长时间，既保持了经典模式的玩法，又有团竞模式的快节奏，是因为很有意思，所以大家都喜欢玩。玩家喜欢玩，当然要经常上线了，不然模式做出来岂不是浪费了？二，假期上线吸引人气。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，最近歼灭团竞上线的时间点都是节假日，从过年开始就一直如此。过年期间，接下来是清明期间，再接下来就是五一期间。小伟猜测以后的节假日都会定时上线的，下一个应该是端午节。假期上线有一个很大的好处，那就是玩家都在休息，有更多时间玩游戏，可以把玩家吸引过来，增加人气。所以这两个才是歼灭团竞频繁上线的原因。